世界冠军又一次被钉在了耻辱柱上。话说这个亚王跟黄奕呢是开打了啊，这两个人是来自湖北武汉的老乡，虽然是老乡啊，但是这一次呢亚王被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啊，黄奕自己用的主力啊，而且还请了一个外援，但是呢亚王这边只能上三问的，这把随机到的角色也不太好，又来了一个五肉啊，还有一个大门，但是这几个角色都不是亚王的主力啊。啊，这个黄奕的特瑞啊，这个很明显是那个助理打的啊，叫佳佳的，他的特瑞确实还不错。我哟，这波拳脚，好，再出中岛，后跳低打蹲防。好，刚才怎么说，三七对空，好，撞到伤起来，再次刚倒。特瑞这个角色长气还是挺快的哈，所以说有机会压啊，肯定要压死在角落，不让他出来。哎，升龙，这打得很不错呀！我在升龙，哎，这 A B 草率了。有时候优势越大，越不能大意。就是这一个草率的 A B， 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后果。来看看，看看这个东丈是谁操作的。好，小 B 战 B， 柳林重来。跳压，哎，漂亮！虚晃打插合，上两下就搞死了。这个东丈感觉像是黄奕在打的。啊，猴子无疑了，就是黄奕了。来看这局，嘿，远了，再一次想虚晃。下期顶一手，来，哎，再次跟着好，哎呦，被打中了，没抓到，好，升龙，好像拿这个老头没办法呀，这炸来炸去的，一点目的性也没有。哎，再次敲你，嘿，还要活捉了，这是。反三活捉，无奈，无奈啊！好，关注球球不会走掉。